好啦，咁啊，两年冇过嚟大阪咧，呢一等咧就系我哋起嘅Osaka Sentai Tower。呢一个咧就系我哋后来有机会拥有埋嘅 Sakura Sentai Tower。咁咧，我哋嘅世纪廿咧就做喺我哋自己嘅大厦嘅地铺嗰度啊，唔使交租啦。跟住呢度我做咗两个停车场啦。咁啊，呢度有个停车场收费。啱啱上個禮拜先有條傻佬拍咗喺度成個月冇俾錢，報警拉佢。咁咧就哇，呢度密碼唔知幾多號啊，又開唔到道門啊！研究下先。唉，呢個就係我哋嘅停車場啦。今日2022年5月5日，一人旅行團帶大家一齊遊東瀛，眼睛去旅行，去片名古屋。車咧就準備咧就行上呢個汽車博物館啦嚇。
飞机了。好，咁我哋咧而家就买一张飞咧，就系1200蚊嘅，今日大人吓，我哋即刻入去睇下。咁咧，我哋公司有得 cam 数嘅，系要少少，系系。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そちら個人でのご利用でございます。ああ、わかった。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ほら、やっと来た。100年前的电动车开始，咁我哋呢次都是电动车考察之旅，因为佢100年前已经出咗部电动车啦，一阵间我哋就睇一睇先。咁我哋首先咧就睇咗最古老先啦，即系啱啱有汽车嘅时候。好，嚟到丰田汽车博物馆咧，就将佢最原始呢一部咧蒸汽嘅车咧，就系最原始就系呢一部啦。呢部是1886年嘅嚇，咁啊呢一部車咧就係、是、汽車嘅初型啦。咁佢就唔係用呢、这個內燃機引擎嘅，就用蒸汽推動嘅，好似蒸汽火車咁。用啲 engine 啊。好啦，跟住咧呢部就係我哋地球上第一部唔係用人力車，係用蒸汽推動嘅車啦。好啦，跟住就嚟到呢個松一隻1-8啦嚇。看到這裡就是我們哇，其實呢電動車電池車呢不是現在流行的，是那時最初步的時候呢是由這個蒸汽推動，用蒸汽去推動汽車的，就是1909年、啊、就是這一部，跟著用了蒸汽推動之後呢，那就進化到呢就由電動車了，這一部呢就是蒸汽推動的了，蒸汽推動的車啦，跟住咧呢部就勁啦，呢部咧就係、是、真係電動車啦 ，Driving System of the Beckett Electric， 咁呢個咧就係、是、蒸汽嘅電動車啦，喺1902年，即係120年前啦。咁呢部咧就係、是、用水電嘅，佢個電池喺嗰度有兩嚿啲水電嘅，不過咧佢續航能力就好低嘅呢部。咁有條短片咧，就會介紹咧呢一部車係點樣行嘅。好啦，跟住咧，電動車除咗嗰部之外咧，仲行得過呢部，呢幾部都行得過，佢 keep 到行得過。一個1902年，全部都120年前嘅啦，呢啲電動車嚇。OK， 好啦，呢部就是英國嘅1904年已經有電動車噶啦。啊，唔係 ，sorry， 呢部係水冷水平，呢部已經係。內燃機嚟噶啦，呢部係電動車，啊唔係喎，呢部都係呢一個
水冷單程呢部都係一個內燃機嚟嘅喎，係呢一部先係電動車嘅啫。點樣分呢？佢有冇死氣喉就知啦，冇死氣喉嗰啲係電動車嚟嘅。跟住呢個就係唔使講啦，人力車啦嚇。即係而家喺京都都有得坐嘅呢啲。咁啊，呢部都係王牌之一啦。呢部哇，幾靚呢部。哇，嗰啲皮啊，百幾年前嘅皮襟。哇，呢一部單車夠型啦，蒸汽單車。哇，呢部單車。哇，嗰啲皮幾靚幾襟啊，嗰啲皮。好，睇完呢架電動車古董之後咧，我哋就睇下啲慢慢由內燃機發展嘅車啦。蒸氣啊！车王啊，呢个美国佬啲车都系呢度。
哇！呢度開篷車系列啱曬我。喂，呢個勁啊！呢個，哇！呢個勁啊！呢個正。哇！呢個正呢個。喂，呢個正呢個。歐翼 Benz 今次007嗰部都好似前。300SL 1955年1955年呢部，哇！呢部咩嚟啊？1953年。哇，唔似貓王時代嘅。好，呢層咧就睇完。哇，我真係好中意開篷車嘅，真係呢個開篷車幾鬼經典。哇，好經典呢個開篷車，正。後面仲有個300SL 歐翼嘅 Benz。哇！呢個嘢正，勁啊，正到爆炸！睇完百幾年前，由1950年睇到而家。睇完啲古董，不如睇啲新嘢咧。1950年至到而家嘅。哇！喺豐田大皇冠啊，大家知道未有 Century 嘅時候咧，豐田大皇冠係王牌嚟噶。呢部就係1955年嘅生產大皇冠啊！哇！喺好經典。打開中門。都好難揸嘅呢啲，揸到你呢個就係創辦人豐田喜一郎。哇！這個、呢個就係津壓動派嘅原稿啊！哇！呢啲原稿嚟嘅全部，呢啲係 engine 嘅原稿啊！好嘢，好嘢，手筆畫。跟住我哋由1950年睇到現代啲車啦嚇，哇精彩啊！呢架係蝙蝠俠車嚟嘅咧，一睇就知道係嘛 ，Batman 嚟嘅呢部。USA Batman。開篷車，自我。哇，好有型！跟住呢部車王啊，豐田啊，1957年啊，呢個 FJ 啊 ，FJ 25其實好炒得嘅 ，FJ 25嘅油渣車係好保值嘅，玩咁多年都係升值嘅呢部車。Land Cruiser 電油就唔值錢啦，油渣值錢啊。好，跟住輪到呢部。1955年啊 ，Fulfilling， 哇，呢、這個咩牌子嚟？我都唔識呢個咩牌子，可能停咗產嘅呢部嘢。呢部成部船咁啊！呢部日本仔嚟嘅，哇，呢、這部直情好似太空船咁樣。哇！呢啲係車斗啊！就開工啱曬，1960年，呢度福士系列，
睇下呢啲福士先，1951年福士。哇！呢一部咁鬼 Q 嘅，喺1955年喎、啊、呢部嘢好吸睛喎、啊。而家揸出街，寶馬1950年、1959年寶馬 UK 1959。360 1959數把佬初型，3500 1961年，哇好啊，件件都好嘢呢度，哇正Corona， 哇！我都有幾部 Corona 嘅，以前1964年呢部 Corona 值錢，件件好嘢呢度，哇！喺 Dyson， 萬事得 Carol 啊 ，Carol 啊，1969年。Suzuki 360，哇！呢部 Honda Civic 仔啊，一睇就知啊 ，N360 Dyson Fair Lady 啊，哇！以前嘅 Fair Lady 系咁噶，飞机啊 ，Fair Lady 啊，早型嘅飞机就系咁啦 ，Fair Lady 啊，哇，好有型啊 ，Fair Lady。正開封，我以前僆仔好中意 Fair Lady， 跟住1964年嘅 S500，哇，又係開封至愛，大發仔 Spider， 哇，大發仔呢個 Spider。開封正 Cupertino 啊，呢個 Cupertino Spider， 哇，好好點啊！呢度都有個好嘢喎 ，Lotus in it， 唔係 Elsa。1961年 ，Lotus 蓮花，哦，呢部勁啊 ！Toyota Sport 800，有部 GT 喺隔離，最想揸隔離嗰部 GT， 歷史遺產車1965年，哇！呢部正啊，呢部而家揸出街啊正啊！1967年2000 GT Toyota， 哇！正到爆曬炸！哇！呢部嘢殺啊！呢部嘢，彈燈2000 GT 骨尾，哇！好有型啊！呢部嘢中後，哇！係好靚。跟住呢部喺家伙1965年 UK Jack 啊 E7 Roadster 嚟嘅呢架。Jaguar E-Type Roadster， 哇，又是開逢至愛，哇，好型，型到爆炸，好正，哇，呢部野馬 Ford， 哇 ，Mustang， 哇 ，Mustang 個款好有肌肉型 ，Mustang 野馬，哇，係。啲美國嗰啲粗浪型嗰啲咁嘅牛仔揸嘅，好，跟住睇下呢邊，呢邊啲日本車跑車，日本早期嘅跑車 ，Silvia
日产 Nation 1966年的 Sylvia。 哇，起晒角的。好，跟住就呢部1969年，呢部咩嚟噶？呢部好似唔系日本车嚟喎，又好似日本车嚟喎。呢部我都唔知咩嚟噶。曼仕德 Cosmo Sport Model L108，曼仕德嚟嘅呢部。曼仕德有部劲嘢就 RX7 啦，转子引擎啊，即系打破咗进压动态嗰、那个。原理的转子引擎，这部就 Fair Lady 1970年，哇，开始有影了。 Fair Lady 哇，这部三牙仔正，以前我的老友就揸这部车，有部古董三牙仔1970年斯力架三牙仔，这个斯力架三牙仔以前啊好有型的，呢部嘅 GT 斯力架，再嚟部 Gannett， 哇30，哇系1971年，好，再嚟部 Coupe 以 Suzuki 1970年，哇呢部咩嚟噶？快二啊，快二五百啊，1972年啊，哇，快二五百就初型就系咁嘅，到而家个款都系咁嘅快二五百，哇，呢度真系汽车博物馆，真系唔系讲笑。呢部思域仔，我以前都有几部思域嘅，阿婆啊、思域啊、Corolla、Corolla，我全部一级一级咁换上去，真系好漫长嘅换车过程都，即系你知啦，由呢个思域仔。啊、慢慢換上去這個 Accord 或者由這個 Corolla、Corona、Cammy 這樣換上來的 Benz S560 這部老牛，我們叫做老牛大 Ben， 現在香港都還有行出街，這部以前香港很多的，這部1981年曼仕德 Toyota。 好，跟著看看這部，這部哈力士就是我都有一部油渣的以前啊，不过这部是电油来的，好襟的这些车，哇这个大黄蜂大霸王啊 Estima 大霸王丰田，以前香港很兴的这车，跟着这只领子啊 LS Lexus 400，以前啊很 hit 的这架嘢都零字大領，我哋叫做，跟住呢度有部睇下咩嚟先，佢車部車王啊，1991年啊，即係呢個炒車嚟嘅，有炒價嘅，新車都冇而家咁貴，而家呢架嘢咧就30万起步，去到100万都有嘅，1991年 NSX 啊，呢部咧就係叫做日本法拉利啊，好 hit 嘅，而家香港都仲炒緊價。我記得97年咧，我去買一部120000嘅啫，而家都升曬值噶啦。不過上次冇買，即係97年嗰年冇買，嗰陣時好平。好，跟住呢啲啊，呢架香港以前都好興，我都好似揸過呢部 AE86 啊，呢部啊真係送豆腐嘅 AE86 啊 ，Levin。Corolla Toyota 藤原豆腐 AE86 藤原松豆腐 Levin 我都揸过嘅呢部，好1901 Benz 香港大把嘅以前，跟住睇下呢部咩嚟啦，呢部就系2009年啊 Lexus 啊，不过呢部车唔 hit 香港，冇乜人买呢部车，好少人买。好，跟住轮到呢架唔使讲嘢啦，呢架梗系熟到爆啦，香港好 hit 嘅呢部 Roadster。好啦，哇，1989年啊，
呢部咧就好似 MX-5 嚟嘅，即係大家知道 MX-5 hit 咗一輪噶嘛。萬事得好，跟住再睇下呢部，現代噶啦，而家有得賣噶啦。2014年，話2014年都八年車噶咯喎，呢部豐田咁新淨噶喎，呢部車我未揸過。呢部 Tesla Roadster， 呢部係最舊款嘅 Tesla 電動車，係2010年12年車噶啦。呢部未有呢個 Model S 嘅時候咧，就 Tesla 係出咗個 Roadster 先嘅，即係而家講電動車第一代電動車就係2010年。第一代意思是近代啊，就唔夠頭先遠古嗰啲，頭先嗰啲一百幾年前有噶啦。跟住呢部咧就2011年嘅電動車，跟住呢部咧就係2004年啊，呢部唔係電動車嚟噶。好，跟住咧我哋睇完噶啦喎，不如睇下呢部先，睇下呢部先。呢部大皇冠就是我哋一上嚟就睇咗啦，俾我眨下眼，我哋已经睇完呢个汽车博物馆噶啦喎，喂，多谢晒大家支持喎，咁啊今日咧就大家一齐睇咗呢个丰田汽车博物馆啊，由120年前嘅呢一啲嘅电动车开始，睇到上边嘅近代跑车，哇，真系好正啊！好正啊！唔得，我要游多一个圈先。好，带大家参观一下日本嘅汽车历史。1911年开始啊！1983年开始，汽车的初型，第一次世界大战，汽车飞机的进展，关东大地震，192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高度經濟成長期，1950年至到1971年，高度增長期。自動車資本自動化，一路去到而家靈活。牌子 Honda、萬事達、Suzuki、30。二叔、日产、扫把佬、大发、Toyota， 呢度就是日本的汽车历史。创办人铃木本田，他们的创办人。哇，这个劲啊！本田中一郎就是。对不起，我们现在这个丰田来的。丰田喜一郎，本田就是中一郎，丰田的创办人就是喜一郎。
哇！呢度系人类历史里面嘅汽车嘅里程碑。下次我要去中国拍一个先，我哋中国都要整个汽车博物馆。呢度好具一个历史嘅价值，睇完。睇埋呢个先 ，zoom 个近镜先。OK， 睇完 ，let's go， 走得。好啦，行咗个几钟头，丰田嘅汽车博物馆真系好正。咁有啲肚饿，咁佢呢度咧有个饭堂可以俾大家食嘅。咁呢個 canteen 啲嘢都好乾淨嘅，好食個餐先。啊，睇到呢個芝士意粉好 juicy， 點呢個啦，千一 yen。同場加影啊，去完呢一個豐田博物館咧，大家睇一睇呢度咧就係、是、名古屋城啦。哇，真係五一黃金周，幾多人啊，人山人海啊，好多人去呢個名古屋城啊。咁啊，呢一嚿咧就係、是、新起嘅。咁本来想入去拍啲嘢俾大家睇，不过佢排长龙，唉，排长龙我就唔去啦，我就去跳花拍刘耕宏嘅健康舞先，揾个地方。OK，let's、okay, go， 去边？大家好啊，我系华记啊。今日咧，我就喺日本咧，就想講下咧，日元匯價咧喺跌破六算嘅時候咧，我哋香港人咧有啲咩商機喺日本。首先咧，就介紹下我自己公司先啦。咁你見到呢度有間咧株式會社 Culture Center 咧，就係專係負責幫我哋一啲海外嘅朋友、香港或者內地嘅人士咧，喺度買咗樓之後咧，就負責我哋幫佢收租，然之後就匯過去。咁另外咧，就我哋呢一度有間叫做 Sunshine 嘅小型發展商，專係幫啲海外朋友咧就買地起樓，咁啊揾到夢想嘅 second home 嘅。咁除咗你話買樓，嗱我哋後邊呢個咧買樓收租啊之外咧，咁我哋咧就可以睇翻我哋而家呢個位置咧。就喺東京鐵塔側近，咁啊幾年前咧就好彩有個機會咧，就喺東京鐵塔嗰度咧就買到呢一幅地皮，跟住就起咗呢等樓，跟手咧亦都可以做一個咧停車場啊！你見到呢個 Sunshine Park， 咁停車場喺日本嚟講咧個收租回報咧都幾吸引嘅喎。咁仲有就係話咧，除咗買樓啊、買一啲 second home 之外咧，仲可以買車喎、啊。因為咧喺日本買車咧就好抵嘅，例如咧你譬如一架全新嘅 Alpha 喺香港啊買架豐田嘅 Alpha， 咁個價錢咧其實喺香港買就貴過日本一倍嘅喎，因為税嘅關係啊嘛。咁特別是咧，如果你買超跑咧，都係好抵嘅。咁其實就好抵揸啦，好抵買啦。除咗買樓買車之外咧，仲可以買錶嘅喎，因為咧勞力士咧就好受到廣大嘅市民歡迎嘅。咁如果你話想喺日本買勞力士咧，因為日元匯價嘅關係咧，以前咧係講緊咧$100咧先係對到1000 yen 嘅，十年前。今日咧，你可能係低過$60港紙咧，你就換到1000 yen 啦，即係哇，打個六折俾你。咁所以咧，除咗買車、買樓之外咧，仲可以咧買錶嘅。咁喺中野啊同埋新宿咧都有啲專門店嘅喎。咁除咗呢幾樣之外咧，可以睇一睇我哋隔離嗰個啦。嗰度咧就係喺日本街頭咧，就周圍都有啲叫自動販賣機，咁可以有啲咖啡啊、茶啊同埋汽水可以買嘅。咁其實係唔需要任何按金，你只要提供到一個地方、一個土地俾佢等呢一部汽水機喺度咧，咁就會自然有收入噶啦。咁基本上咧，佢係唔需要任何押金嘅。咁啊睇翻嗰度嘅人流啦。
同埋你每個月可以賣到幾多嘅汽水出去啦。咁佢就有個對分嘅分成嘅。好似我哋呢度咁咧，我哋一個月咧大概都會收翻咧10000多嘅日元嘅。咁就雖然就唔係話多，但係問題係你唔需要任何成本，你淨係俾一條電佢就得啦。咁仲有係咩咧？仲有咧就係話咧喺日本咧會有留學啦。會好多朋友可能創業啦，想做貿易啦，譬如吉安之殿堂 Donki 喺香港嗰度，哇，好多人受到歡迎，就係好多時去買日本嘢都去 Donki 買。但係喺日本咧，就周圍都有 Donki， 就係好平常嘅啫。咁所以其實而家日本嘅貨咧，同埋嘅美食咧，特別是係啲壽司啊，或者咧你見到啲日式料理啊。哇，好吸引嘅，特別是一啲農產品啊，日本啲水果啊、士多啤梨啊、菩提子啊咁，其實而家真係好抵食，好抵食嘅。咁如果你話咧想把握咧日元匯價創咗20多年新低咧，有啲乜嘢嘅商機咧，你歡迎咧就同我查詢嘅。咁喺東京、大阪、香港同上海咧，我哋都會有直線嘅。有興趣嘅朋友咧，就歡迎 WhatsApp 我哋啦。咁我哋可以喺東京、大阪見。咁啊，嚟緊咧，我會拍一啲咧，就買下手錶啊，買下樓啊，買下車啊，或者喺日本有啲乜嘢係我哋覺得係有商機嘅，都可以帶你一齊去講飲講食。多謝曬大家支持。Hello， 大家好，我是 Ruby 啊。这个礼拜我们做啲咩盘介绍俾大家呢？今个星期日我哋不如揀啲珠海嘅楼盘介绍俾大家咯。珠海好喎，珠海即系我哋嗰度会介绍个珠海啦。系啊，珠海西区嗰边啦，因为珠海市区就比较贵啲啦，而家去到3-5万元一平啦。但系珠海西区嗰边咧，仲有10000元一平方嘅喎，包埋精装修，望到黄杨河。咦？嗰、那个好似系宝岭茉莉花啊？系啊，我刚刚都做咗2间噶。我而家搶緊啦，搶緊盤喎。搶緊，因為我啱啱之前做嗰個第一棟嗰個已經係賣曬啦，咁而家加到第8棟嘅，咁啊話俾你聽，市場反應非常之熱烈啊！你諗下一個星期嗰棟嗰處已經賣曬咯喎，因為點解咧？嗰啲茉莉花亦都係減價落嚟㗎，所以咧好多客人咧識貨嘅話咧，全部都喺度搶購緊喎。嗯，咁啊，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啲機會啦。咁啊，呢個禮拜日。快啲報名啦！係啊，嚟緊下晝2:30星期日啦嚇。咦，嗰日母親節嚟嘅喎。咦，係咩？咁好啦，我哋聽完嗰陣之後就去食呢個母親節飯啦，好唔好啊？送層樓俾自己。好。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咦，轉咗人喎，我哋而家。係啊，咁我哋嚟緊星期日置業嘅下半場咧，會介紹一個10年難得一個機會啊！司徒生有咩機會啊？日元大跌，唔買就笨，真係。係啊，而家趁住日元咧去到6算，咁係機會難得啦。咁我哋身為機會主義者，梗係去到日本揀一個息金空俾大家啦。咁或者可以投資收租都可以噶。咁到時大家嚟到現場咧，我哋會介紹啲置業銀行俾大家，邊一區首選，自住揾邊度，收租揾邊度。咁大家記得嚟報名啦。係啦，華記而家日本已經拍緊啲片俾大家睇噶啦。到時星期日記住報名。